扁担物语同稿一命，新冠疫情蔓延的地球村，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。台湾防疫成为全球模范生，捐助口罩也是期待各国跟得上来。如今进入疫苗阶段，台湾需要国际援助。真正的朋友是，当你有难会出现在你面前的人。遑论台湾国家只有一个，中央与地方都是同一个国家。双北防疫有破口，就是台湾的破口。同岛一命不是口号，不分你我，携手团结，与早日解封的距离才会越近。向第一线的医护防疫人员致最高敬意，点按政治迫害平反阿扁总统。